我跟你讲，我们来这里是来避暑来了。我看到它这边的最高温度，每天就大概最高，我说最高就是32到34。这几天台湾的最高温度36到38，是不是来避暑的？对，避个几度。好凉哦，这里好凉啊！其实刚好阴天而已。这边就是号称台湾的信义区 Pimenta。我们现在第一站就是来到了那个换钱所，现在的汇率大概13.2块，算是还不错，比台湾的好。可以啊，可以买啊。Grab 上面咯，而且真的比捷运便宜。如果说你们多人一起共乘的话，还是搭这种 Grab 或是 Uber。 吉隆坡现在已经没有 Uber 了，就是马来西亚已经没有 Uber 了。现在我们到咯，今日首站是燕美市场，非常传统的市场，可是它搬迁了两次，最后就移到这个室内的市场这样子。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60年以上历史的那一种摊贩，然后它还是有继续在这边营业。CC 逛了一下，然后吃东西就结束了，到现在已经2点。觉得他们一直在搞那个 Grab， 搞了至少一个半小时，用不好。真的，我们不死心，我们就是先去买电话卡，然后在那边试，在那边 try， 完全不行。还坐按摩椅。是在等那个单购这个 Grab 的时间，按一下摩这样。三个一起按摩这样，对，然后还去逛超市，边逛超市边用。然后我觉得那个他们马来西亚的超市就是跟台湾很像，对，就是他卖的东西其实都有非常多种，他们这种南洋的糕点。然后一逛完超市就继续用，反正就是对，然后一个很漫长的旅程。但是重点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，对，我们还是用 Grab 在路边拦下那个别人，然后别人帮我们叫。秘境，对，从我们住宿地点走不到10分钟，哎，所以我们的住地点其实非常的好。那花好像是国花还是什么的？对，反正它这个碗是表示是三个民族融合的意思吧？对。可是谁是大的碗，谁是小的碗？民族分裂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这好灿烂哦！真的，金灿烂的，金光相片。叮铃铃铃，雷锋看得见，料理是看得见的爱，对，料理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，对，啊，料理人很需要这个牌子 ，Captain Bong， 我肯定就是 Bong， 你找一个那个适合我跟 Bong 的。
Subway， 就是他们的美食街。然后我们就是逛了这样一圈之后呢，他们两个就决定要吃这个类似印尼菜，应该是印尼菜了。他的那个菜单完全也不是英文，看不懂，所以我们就乱夹。晚餐时间。好丰富哦！然后金主好像很满意，你很满意是不是这样的菜色？因为很丰盛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下一个景点像是有去过的，八子金来了。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下面，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它可以让你整个人进去。对，比例。脚会拉长，九八一条街是那个。你又不活了，你刚刚看起来很虚弱啊，有点而累，在那里很虚弱，好像我今天已经结束了。九八一条街离我们民宿非常的近，才走两分钟就可以到这了。对，非常非常的近。要再次说明，我们的地点真的太好了，对，我们住地点太好了。九九，有没有好可爱？啊，快掉了，快掉了！这个帽子有没有好适合我的？别人会以为我是 Cherry 的忠实粉丝呢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我拉拉手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行哎，我是 Cherry。